新丁奥运拍高自攻城。被网友串等咗好耐都冇人 call 嘅奥运，上个礼拜终于有着落啦。签一年合约加盟史笃城啊，32岁嘅佢3年前拒绝过邀请噶啦，但系加盟曼联之后，过去3季都只系做配角，出过31场入得5粒波。奥运首次为史笃城上阵，就会斗卫冕嘅曼城啊，肯定会出尽全力显身价噶啦。已经加紧训练嘅奥运绝对唔系孤军作战噶。前场拍档就是31岁的前锋高智，不要看他两个已经年过30，在英格兰国家队合作无间的。曼城都有一堆新兵等出场，就好像巴西后卫马尔干，同埋西班牙中场查韦加西亚等等，看看两军新兵对碰，哪个劲啲啦？